总算可以偏高、偏外、痛，总算偏高、偏外痛。我看到有人呢，有人的头像，是一个律师的，头像他现在感觉到效果了啊，感觉到感觉到这个外星能量的效果了他正在。想着，这个怎么退还呀？他在想着这怎么退还呀？他想着怎么替换呀？这个确实，可以造福人类造福人类，而且现在在这个，被人操纵的社会当中，能够自己保持不被人家操纵，这个很重要，有这个东西很重要感觉有这个东西很重要明白到这个道理了，好，我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